在瑞芳区通往双溪牡丹的三貂岭自行车道计划，今天在瑞芳公所举办地方土地的使用公听会，而地方民代都希望市府可以尽快开通，串联观光及地方发展。地方期待已久的三貂岭自行车道计划终于在今天举办土地使用的第一次公听会，承办单位市府公务局表示，目前计划内公有土地占大部分，私有土地只有一笔，未来会朝向影响最小的方向来进行。而林益祺议员服务处严世雄也出席这场公听会，严世雄表示，这项计划是在2012年他当议员的时候大力争取，目的就是希望串联地方，尤其是双溪以及瑞芳地区，不论是对地方交通发展以及观光发展都很有帮助。这个案子呢，在2012年我在当新北市议员的时候，我们就极力争取，那也感谢我们朱立伦市长经过这5年的努力，然后再有这一次的前瞻计划预算的配合，所以我们很高兴这个案子呢，我们现在看到了曙光。那总经费预计在2亿左右，那目前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用地取得，刚刚说明会里面只提到用地取得应该是把它简化好，只有一笔。那我想未来在相关的规划设计里面以及西部设计，我们希望公务局能够纳入我们观光局以及交通局一并来做一个讨论说明。而地方里长也乐见其成，双溪牡丹里长连荣盛以及三貂里长连建昌都表示，地方对这个计划期盼多年，如今终于有眉目，希望可以尽快进行，也希望未来在西部规划的时候可以与地方协调，找出最有利的方式来进行。会当阁骑到双溪，骑到福隆，吼，这拢有车头，会当吼伫遐休困的所在。所以讲啊，这条线啊通呢，吼来对咱这老百姓非常的好，非常好。所以讲。这条吼已经希望足久啊，啊，即卖吼有一个名目，也让融入当地，我们当地的里长有无吼，嗯，来参与有无吼，不是一寡小细节吼，希望来参与的时候，对于这个结构规划有无，当然这个周边的迄个公共用品的计划是不是咱可以来参与，就是提供一寡意见 ，OK， 好，我这个希望这个工程来弄出来。它融入当地的需求，这样子。希望我们猴洞以及三貂里以及硕人以及牡丹，未来能够结合瑞芳猴同跟双溪的低碳旅游，我们一并把它发展起来，让整个在地产业呢能够迅速发展。我想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未来的一个目标。那希望这个案子呢，我们现在看到一个进度，也希望这个案子能够顺利进行。希望明年。能够顺利的来动工。议员林益祺服务处严世雄也表示，当初因为经费的问题导致计划延迟，在现任议员林益祺的极力争取下，争取到前瞻计划2亿元的经费。议员也希望市府可以让公务、交通、观光等局处跨局合作，并且在未来施作方向与地方多沟通，让这一项对市区都有重大意义的计划可以顺利进行，带动地方的发展。蒋凤祥，瑞芳采报道。